晨标准时18点整，辅助睡眠系统启动。加等级夜班人早餐，您的起床速度超过了80%的夜班人。增长5点贡献点，祝您工作愉快。日月城标准时18点10分，请所有夜班人前往工作岗位，所有白班人回到胶囊公寓。18点40分，即将到站，核心工作区。